饮料店里大批飞蚁冲进来，疯狂飞舞，让人看得头皮发麻，就怕飞蚁爬到身上，钻进衣服里。店员全部逃到店门外。仔细看，飞蚁大多聚集在天花板日光灯下狂飞，但也有不少只掉落在柜台桌面上。一堆虫飞进来会怕，正常吧？躲在外面。飞蚁狂舞发生在台南市安南区连锁饮料店，连续好几天飞蚁来捣乱，客人不敢上门，做不成生意。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，准备快要下雨的。那是从小到大常常看到啊。坊间传说大量飞蚁出没，代表快下雨了，再加上趋光性，才会一整群全部挤在一块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低气压的时候，或是快下雨的时候，它会从巢穴里面跑出来，它就会有一些白入侵的话，就会啃食木材。地表变潮湿，飞蚁大军出没繁殖，提醒民众暂时把灯关掉，家里要保持干燥，以免飞蚁鸠占雀巢，把家中木质装潢当醒窝。记者观察王书宏台南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